第十九题，下列各物质的水溶液呈碱性的有几项？钾、钠的氧化物、乙、二氧化碳、丙、铜的氧化物、丁、镁带的氧化物、戊、硫的氧化物。我们曾经背过，金属氧化物溶于水会呈碱性，可是也跟各位提示过要溶于水。氧化铜、氧化铁是不溶于水的，所以氧化铜、氧化铁置于水中，最后还是呈中性。所以这里的金属呢，有所谓的钾，有所谓的丁，而我们的丙虽然是铜是金属，但是它的氧化不溶于水，所以不选。所以我们有两项会溶于水呈碱性，它是金属氧化物溶于水呈碱性。所以第十九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各物质的水溶液呈碱性的有几项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 2